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spoonroad。齐鲁网闪电新闻 ,8 月21日讯山东电视体育频道消息，从8月6日首战赛事打响到如今的潍坊站，山东三人篮球联赛无论从场地设施、赛事规模还是赛事水平方面都受到了多方的认可。山东三人篮球联赛的成功举办也为省内三人篮球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作为本次赛事的联合运营单位，山东电视体育频道采用线下线上互融结合的形式，坚持大小屏联动，实现了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满足了广大球迷多平台多样化的观赛需求。比赛不仅吸引了线上众多网友关注，联赛在参赛地点上也实现了巨大创新，赛事的比赛地点均设在线下人流密集的万达广场，三人篮球对抗激烈，节奏快速，以及氛围热烈的特点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关注的目光，为球迷带来了更具视觉冲击的近距离观赛体验。今天来逛街，看到这里有三人篮球的比赛，感觉非常新鲜。在这看了一会后，确实非常精彩，比赛的火爆程度也非常吸引我，也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一些这样的室内比赛。市民许文天说道。除了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本次山东三人篮球联赛的办赛视频也得到了参赛球员的一致认可。泰安领镇实业队队员聂天成告诉记者，自己之前也参加过许多的三人篮球赛，这次